是活扣的设计，它并不是固定住的，所以你都可以把它拆掉，然后去选择你喜欢的，比如说像这样子的一个小蛋糕。转转一个步骤，金色小花立刻变换成 green green 的小蝴蝶。不管你想换什么造型，58种水晶扣饰任君挑选，轻轻松松就能变装成功。它还蛮特别的，因为它的色系都很亮，对啊，而且它的这个扣环啊，其实还蛮方便的，就是你可以自己更换一些你想要的款式。当然，美美的假脚托除了可以客制化做组合，还能这样玩。那它除了可以扣鞋子，你还可以扣在它其他商品，这个发圈扣上去，这个发圈。没错没错，假脚托上的水晶扣饰拆了下来，还能变换成发箍、手环和发夹，10种混搭方式，通通只要一个扣环就能轻松搞定。是7月份引进到台湾的，那目前一个月大概有销售300双的量，平均可能会买个2-3双的底，然后4-5个配件，因为它可以活用。百变的魔豆水晶扣饰假脚托，1双1400元起跳，再加个150元，就能变换出另外一种造型，满足所有爱美女生的甜心。